嗱，咁就誒、呃，我自己覺得咁啊，經濟見證裏邊咧，即刻累即刻算係其中一個咧，叫誒、呃，大家都仲會誒萬眾期待，又或者啊誒、呃呃，會叫做有個指標性嘅東西。咁你要明白就係、是。

卯象咩卯啊，即係子丑寅卯神巳五味、申卯戌亥啊，講緊係啊，總之係去到咁樣嘅，一二三四五嚿啊，要用十二時辰去講啦。好啦，咁剩翻啊，剩翻政策同埋剩翻誒誒誒，另外嗰個中文金局。咁啊，本身中文金局個機構啊，你哋都唔睇佢啲嘢㗎啦，係咪先？對唔對？你哋睇你要睇嘅咩？ 係咪先？我個女又睇嚇，係、啊、咁，所以咧嗰、那個根本上你都唔知佢點運作嘅，係咪先？我都唔明白點嚟嘅，即係除你如果唔係話揸車一族，或者唔係唔係誒誒叫做誒、呃、運輸一族咧，你都好難咧去接觸到電嗰、那個電台嘅啊！睇下講係咪先？喂 a

嗱，咁啊，首先咧就要明白一樣嘢，而家暫時嚟講，大家認識嘅 DJ 或者叫做能夠由 DJ 晉身到演藝事業、晉身到幕前嘅話咧，好多年輕嘅人，嗰陣時年輕，而家叫年老嘅潮人文化咧，其實都係由百分之六七十都係由商台出身嘅，OK？誒、呃。 後邊嘅運作我唔知道，我唔係 DJ，我亦都唔係佢哋嘅高層，唔明白佢哋點樣運嚟，即係唔知道點樣佢去 package 佢哋嘅藝人，係咪？如果識嘅話，我係做高層啦，係我喺度指點江山啦，唔係喺度吹水啦，係咪？嗱，但係邊即係無無即係毫無疑問、無可否定，就係、是、講緊大家當要比起呢其他頒獎典禮、其他電台嘅時候咧，叱吒係唯一一個大家會認為啊，會認為。

而無論係播放又好，或者其他地方曝光都好咧，佢都會將佢計落去最後嘅統計裏邊嘅。咁當然裏邊嘅百分比佔幾多，我哋就冇辦法知道，因為每個機構都好似米芝蓮咁樣，每個機構都有佢嘅自己 standard 嘅。咁呢啲嘢全部都唔會公開，只有內部嘅人會知道。好啦，咁啊，叱吒十大一至十就係講緊最一位，就係最多播放率啦。OK。

沉默的士高啊，王菀之。OK，第九位一首未聽過嗱，唔緊要你哋即管發表你嘅意見。第九位認真如初，陳柏宇。好冇今日，第八位老少平安，周柏豪。第七位無期就江海嘉啊，Angela 係咪 Angela Angela A 架架阿格拉架 OK，第六位前七周國賢成石版劉德華嗰、那個啊 OK，第五啊天才兒童一九八五張敬軒。

嗱咁誒，其實每一年其實每一屆嘅誒頒獎典禮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個好得意嘅套路嘅，就係、是、包括史坦都係睇完誒可能叱咤，睇完啊嗯誒誒金像獎，睇完任何誒世界各地知名嘅獎項，其實都會有一句説話嘅，就係、是、話哇完全唔知係乜啊唔奇嘅，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有咁多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有咁多電影，你睇得晒咩？冇可能睇得晒。」啊！

我呢啲 band 仔 band 類嘅歌同埋 Rubberband 咧，man, 我自己本身好中意，我好中意 Rubberband 嘅歌嘅，係啊，因為我覺得佢啲歌好舒服啦，好有味道之餘咧，嗰味道咧就唔係講緊可刻意營造出嚟嘅，而係佢哋嘅呢幾個小伙子而家變成大伙子，佢嘅歌佢就有種 Rubberband 先有嘅套路嘅，誒、呃，我敢講，如果有認真去聽歌嘅話咧，Rubberband 嘅歌咧一聽就知啊！

咩叫流行咧？就係、是、最大個，最盡可能做到皆知漢文，係咪？哇、哦！我冇聽過，但我都知道呢樣嘢。啊，或者調翻轉，我我我知道呢首歌，但係哇、哦，原來係呢首歌。我講普羅大眾啊，又或者係哦，原來呢首歌我之前聽過啊。咁樣咧，其實流行歌就係咁樣就為之十分之好啦，個普及性高。 大家都知道，OK，誒唔好話知道，就算唔知道都好，你會有印象。咁呢個其實我誒叫做構築成流行歌最主要嘅原因。你唔流行就唔叫流行歌啦，係咪？嗱、啊，誒、啊、呢十首歌裏邊，嗱、啊、史坦咧誒、啊、仍然係有留意音誒香港樂壇嘅，仍然係有聽廣東歌嘅，OK，誒、啊、但係我自己去到呢個年紀都五十歲啦，係咪？咁咧我就會有自己嘅偏好，有自己嘅偏好嘅嚇。嗱、啊、咩、啊、叫偏好咧？就係、是、話陳奕迅。 呢個 pop 喺 YouTube 經過或者喺街邊聽到，我會望下。OK，張敬軒大大隻字見到，我會望下。OK，周國賢我一定會聽嘅，<laughs>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偏好。OK，容祖兒我一定唔會聽嘅，我唔中意就咁、是、簡單。

青山我同至尊歌曲大獎即係 the best of the best，OK、okay, 咁啊，深之科學容祖兒啦，唱片大獎啦。咁就係 the open part one 就謝安琪同麥浚龍聯手去處理嘅，或者叫做麥浚龍去帶誒、呃、謝安謝安琪配合嘅其中一個專輯啦。 誒麥浚龍咧，佢已經係藝術家嚟㗎啦，即係你哋唔使再用平常人咧嘅身身份或者套路上嘗試去理解佢啊，唔會理解得到啊。同埋而家麥浚龍嗰樣嘢咧，佢已經去到啲佢佢經過人咧去到極致㗎啦。OK，佢而家要聲畫同步啊。誒、呃，所以誒、呃、以而佢風格以以佢嘅風格同埋以佢而家對畫面嘅要求咧，誒、呃、因為誒佢拍《風林火山》咧，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都係誒、呃、堅持一樣嘢，佢同誒佢同 l o n 倫咧。 我、哦、即係當然啦，誒，Low 倫係誒國際級嘅大導演啦。我咁樣講又好似好誇張咁樣啦。但係咧，你知唔知 Low 倫咧？即係我叫做阿老爺，佢拍任何佢嘅戲，蝙蝠合又好，之前嘅電影都好咧。其實咧，佢用佢用一個鐘去拍戲，即係 shooting 嘅話咧，佢會用半個鐘去做音樂嘅，係啦。因為點解 Low 倫係認為咧，電影嘅音樂咧，其實係～ 十分之重要，同畫面一樣咁重要嘅。所以誒、呃、，Christopher Nolan 咧，佢用咗好多時間去做音樂嘅。OK，甚至係咧，佢係做好多音樂先至諗住點樣去拍嗰場戲嘅。因為佢係認為音樂帶俾佢靈感，有陣時係澎湃好多咁樣。OK，好。嗱，咁啊，麥浚龍咧，其實就係、是、亦都係誒，亦都係誒誒誒雙軌同步嘅，畫面同音樂係一齊嘅。 佢要做完個音樂，再諗畫面。畫面諗到一半，佢要做個音樂。佢要令到兩件事好配合，最後先會出嚟嘅嗰樣嘢。所以《風林火山》咧拍咗咁鳩耐。<laughs> OK，好啦。最誒、呃，我最香男歌手古天樂。OK，有好冇女歌手謝安琪？

唔时代系会变噶嘛，系咪？周柏周柏豪差咩？绝对唔差，系咪先？陈柏宇差咩？绝对唔差。佢嘅歌你可能冇听过，但系佢系呢一代嘅代表嚟噶嘛，系咪？Annie V 之后讲前，OK，你觉得前前前，正如 T.P.B. 亚太林峰咁样系嘛？OK，前前前，OK，好。所以大家都觉得。 根本就係樂壇冇人，所以陳誒、呃、周柏豪同陳柏宇，所所以咪就可以咁樣分咗啲獎咯，係咪？嗯，好啦，嗱咁嗱呢個呢啲全部都係數據嚟嘅。OK，我哋可以我哋可以之後討論我哋嗰、那個今日講嘅頒獎禮文化，好唔 o k 好啦，咁我哋再去圖啊。嗱咁啊，今年咧古天樂咧就成為我哋呢、這個我我哋成為呢、這個我哋叫做誒叱咤樂壇裏邊咧其中一個咧即係 surprise 啦，係咪先？首先第一件事啦。 咁就诶誒、嗯呃、古天乐诶古天乐啦，诶、呃、就有幸咧就俾呢个專奴邀请到出山，咁就再一次咧就成为呢个歌手，以歌手身份咧就去踏足呢个舞台。

咩叫大人家咧？就係講緊佢憑住誒、呃、久休復出嘅身份，再一次踏上呢個叱咤舞台最受歡迎男歌手啊！我亦都史自己都係其中一個，就係咩咧？就係講緊一個男人寫緊住古天樂，話唔撚係啊！咁咧，我就真係 <laughs> 激咗入去聽嘅。<laughs> OK。

收入底，一切中國台灣經濟成熟後，再唔使求嚟外地明星，香港啲歌賣唔到出去，只會越嚟越縮。你見 T.V.B. 走緊呢一步，OK，好啦，再下張圖啊，唔改變。

咩講？音樂史老爺有冇睇過之前？你幫我講新有有有有誒誒、呃呃。香港大音嘅地方咁，你好多嘢咧係會影響住你嘅事業啦，有好多影響住你嘅工作啦。咁唔係你話我好中意唱歌咧，你就會可以企得喺個台上邊嘅。OK，講你嘅邊間唱片公司啦，有冇人撐你啦？你老豆係邊個啦？係咪咁？所以其實你要知道喺一個咁鬥音嘅地方，小小圈子、小文化咁濃咁咁染嘅地方，你話。

嗱，甚至古天樂想第一件事就係大家都知道呢個樂壇佢以前嘅佢創立立咗幾多品牌啊？拜神舞啊，誒金曲流行啊，男朋友啊，巴拉巴啦，其實你都識唱㗎。去到唱 K 嘅時候，你點古天樂首首都識唱㗎？你，你就唔好認為古天樂咧嘅歌唔好聽先係咪？咁問題就係咁樣，點解史丹會今日借住即七九零三嘅班出天呢，去講下叫做頒獎嘅文化咧？其實我哋就係話一樣嘢。 誒誒誒，我哋作為一個嘅觀眾，甚至係其中一個嘅冇冇話持份者啦，純粹一個參與者都好。其實每個頒獎典禮佢都有佢嘅偏好嘅，即係等於劉德華唔誒以前冇以前唔去叱咤一樣，係咪？杜琪峰唔會去金像獎一樣，總會有佢偏好，總會有佢嘅定位嘅，係咪？而我哋最好奇嘅就係、是、其實首先第一件事，一年三百六十有咁多歌。 作為普通嘅星斗市民，聽唔晒嘅咁咪聽唔晒咯，好正常噶嘛，係咪？係咪？咁所以其實直住嘅班直直住所謂嘅專業推介或者直住行樂嘅評審，佢將三百六十五日嘅歌濃縮咗因個 list。佢覺得有啲係滄海遺珠，有一啲係誒，你應該唔好錯過。或者啊，個 c h e 死咗，邊啊？應該係右邊嗰個係啦。咁啊，又或者係誒 b l a b 我哋唔實知嘅，唔實知嘅。 直住呢個頒獎典禮掘翻出嚟，話俾你聽，其實咧年頭有首好歌，介紹翻俾你聽咧。你哋唔識唔緊要，我哋覺得專業推介係值得大家留意嘅。我哋覺得佢係攞獎嘅應該，於是就介紹俾你。咁其實頒獎典禮其實係有呢一個嘅原因喺度嘅。OK，因為點解一年一年咁長時間，永遠開一，我當你一月一號啊，測測好冇？咁你一月一號。 就係一年嘅新開始，你一月二號派嘅歌，你去到年中你就唔記得㗎啦，係咪先？好合理嘅，係咪先？咁所以就係話，有陣時候流行頒獎典禮、電影頒獎典禮，佢有啲戲你冇睇過，有啲歌你冇聽過，其實你係藉住呢個時間去嘗試聽一下，咦、哎、原來有咁嘅歌喎！喂，原來有首大家都認為喜歡嘅歌喎、啊，忘記咗喎、啊，我真係冇聽過喎、啊，聽翻先。

一半嘅留言都係偏向呢一類嘅，佢就將自己嘅無知，將自己冇聽嗰樣嘢咧，就覺得哇，我我好威啊，我冇聽過啊，我冇聽過啲、啊、垃圾啊，哇哈哈，年年都唔忍明嘅，點解可以將自己嘅無知同埋自己嘅唔識貨或者唔好唔識貨啦？自己嘅無知、自己嘅冇記性或者自己唔留意樂壇嗰樣嘢，夸大，OK，重點就係有人認同佢。

每年出出誒每年嘅頒獎典禮都會 remind 斯坦，就係、是、話：哇！呢首歌我真係冇聽過，聽翻先，睇下係咩歌，聽一下係咩歌。喂，呢套戲冇睇過，喂，睇下係咪咁好睇先？我哋睇完聽完再落定論，係咪先？但係而家我哋嘅所謂嘅年輕一輩、網上一輩，佢就充斥住呢啲咁嘅無知自大嘅苦儒咧，去抹殺晒，或者叫做去去去叫做騎劫晒頒獎典禮部分嘅意義。

所以今日嘅流行文化或者叫頒獎典嘅文化咧，其實係反映住咧我哋當下個社會嘅人咧，所以當然流行啲乜嘢啦，係啦，又或者我哋新一派即係九十後、零零後嗰啲，係、呃、真係唔聽廣東歌嘅，反而咧你話咧每年咧而家香港一年搞兩次啊，韓流韓流頒獎典禮喺香港搞嘅，頒俾韓國歌係咪先？哇！嗰啲咧就 book 撚到個場咧 book 啊，可以 book 誒 book 大球場搞嘅，book 晒成個維港搞都仲得，唔興冇問題。

面對住呢啲人咧，史丹係唔會理佢嘅。我覺得，就算做朋友都係啊，係啊，你咪繼續自己井底之蛙咯。係、啊、我點我唔我唔會教精你啊！你同我講話垃圾，我同我係啊垃圾嚟噶係啊，真係好垃圾啊！千祈唔好睇，千祈唔好聽，垃圾嚟噶係啊垃圾真係唔好教。係啊，真係你 you good 嗱呢樣嘢咧，其實我觉得係直根咗喺華人社區，都係會咁樣樣嘅偏向比較多。我我其實我自己唔諗明嘅，我自己唔諗明嘅。

我史丹就係覺得哇，古天樂唱歌，喂老閪都撳入去傾咯，係咪先？有啲人咧，唔係有啲係大部分人咧，就係話哇，古天樂唱歌唔撚使聽啦，垃圾。因為見到古天樂唱歌就唔撚聽嘅，必然公平係啦。我唔知 OK, 啊，OK。嗱，所以我想嘅就係話，其實。

係咪？我哋嘅樂壇或者我哋嘅影壇充斥住一堆咁樣嘅所謂嘅誒誒 KOL，我想問一下點會有出路咧？點會有出路？咁、嗯、嗱，頒獎典禮嘅文化係反映住我哋對結果嘅討論嘅。OK，即係等於我哋唔好話誒叱吒啦，我哋我純粹係借「係叱啫，唔好話誒金像獎啦」，我哋講下其他獎項啦。

啊！史丹嘅心態就係話，當人哋嘅話題有陣時，你見到史丹做節目啊，成日答嚟答去，因為我對我唔識嘅範疇，我有興趣嘅，我會問下 Kiki，喂，你個行做啲乜嘢噶？咁啊，學喂教下我啊！我我成日問佢哋做緊啲咩啊？喂，有啲咩新嘢啊？呢樣又做咩？喂，我唔識喎，可唔可以介紹嚟聽下？邊啲巴拉巴啦，對唔對？呢啲就我史丹認為，大家有冇墨水啦？OK，你係三咁點解？係咪？ 比比你要拍戲好睇啲係咪？我冇話過拍戲唔好睇，OK？好難好难撐我大佬！喂，我冇話我冇撐佢，我,我識佢啫嘛，OK？好唔好？財報嘢做得幾好係咪？好啦，所以就話每年嘅流行文化或者每年嘅頒獎典禮，會孕育咗一啲嘅誒無恥之徒或者嘅無知之徒，係啊，呢一啲人咧冇對你嘅生命冇幫冇對佢自己都冇幫助，OK？

或者自己有偏見嘅嘢，OK 嗱，我都講噶啦，我自己我我我聽到作容祖兒，我都一定唔聽噶，係咪先？我自己都有偏好噶嘛，係咪？但係佢嘅歌我都會聽噶嘛，係咪？即係你見到容祖兒嘅名字，妖唔想聽，效、就、果、是、下嘅啫，係咪先？去到最後你發覺，咦唔係喎，電台成日播，哇有咩播咁？史丹嘅好奇心驅使之下，亦都會聽，係咪？ 個人偏好係冇問題嘅，中唔中意熱度都冇得逼。但係為咗自己擴闊空間，為咗可以令到啊叫做香港樂壇或者班將啲咧成個風氣成長啲，其實固步自封係冇意思嘅。OK 好唔好？嗱，我阿朵度留言啦，<music> 事實係冇以前咁好，唔係佢哋本身差，喺整個壇上嘅成個環境係差咗。係同意嘅，之前嘅歌好聽好多，歌唱係冇錯。誒、啊、嗱，之前嘅歌好聽好多咧，我我我有個誒、呃，之前好聽好多，嗯固有概念有陣時會加分嘅。 歌词内容比而家餐厅越唔系，我绝对觉得唔系。O、OK? K，时代唔同，产物唔同。O K，即系等于以前林夕啫嘛，《似是故人来》系林夕写嘅，你知唔知啊？但系你觉得而家林夕写《似是,人是鬼故人来》得唔得？《似是故人来》系鬼故嚟噶，林夕咁多作品里边咧，《似是故人来》我史丹系 top ten 之一嚟嘅，梅艳芳嗰首文笔。

將人都係自己衰，係咪先？係咪唔係 a u 即係唔係 u 係嘛？我先識誒、呃、陳永軒係嘛？好啦，就係咁啦。所以希望咧每個每個班長啲咧都誒、呃、令到大家可以帶俾一個新嘅衝擊，就係話 miss 咗一年嘅嘢可以聽翻，miss 咗一年嘅嘢可以睇翻，係啦，唔好再固步自封啦。唔係咧，有陣時咧誒，依只冇聽過，嗰只冇聽過，呢只冇聽過，唔係因為你巴閉啊。 系咁样嚟戇鳩嘅，OK，好冇？希望呢熱愛歌打，我哋聽完史睇今日呢 i n a So 嘅交握，可以叫做可以重温下誒是誒今次測測啦誒得獎嘅歌曲，又或者誒佢唔同嘅 band 嗱今年嘅派台作品，OK，咁咧至少你活喺呢個二零一八年嘅年代咧，你都知道原來香港嘅歌曲或者樂壇係發生過啲咁嘅事。聽完唔中意嘅都叫聽過，好冇？好冇？唔好做無知一族。星期六日我隨誒、呃、隨機開台，再見，拜拜。